阿媽，我決定咗啦，退休之後我要去選香港先生升年組。好啊，我支持你。呢間幼稚園幾好喎，三年要300,000到啦。阿仔啊，你咧唔好去城城嗰間 gym 嗰度做健身啊，喺屋企做算啦。再加埋中小學學費、課外活動補習，再學下樂器添，200,000到啦。200,000？你咧每個月咩做 facial 啊、曬燈啊、做 high 嗰啲，唔使諗啦嚇。仲有大學咧？啊！你話送佢去外國讀好咧，定係留喺香港咧？學海無涯，如果可以考埋碩士、博士咁就好啦。嗯，學海無涯，即係啲學費咧就有排捱。希望你到時咧仲有頭髮啦，因為植髮好貴㗎。但係我唔可以為咗個 B B 放棄我退休之後嘅夢想喎。好，我幫你搞掂佢啦。啊，及早策劃就唔使為學費捱世界啦。就好似 ESSA 安盛提供嘅儲蓄計劃咁啦，保證每5年都會派發現金，頭20年保證攞到相等於100%嘅名義金額。嗱，之後每一年啦都會派發現金，去到被保人100歲添。嗱，咁你一方面咧就係幫我女儲錢讀書，另一方面咧就係幫自己嘅退休夢想作安排。咦？咁女女大個又可以做博士，我又可以算香港先生咯。